好，我们开始开会哈。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4日星期二下午12:03至20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段委员宜康等18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一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五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委员邱志伟等拟据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委员来函撤回予以删除，其余各案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10案，全部照列。讨论事项：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院会通过者予以删除。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民进党党团吴文玉请提议，并增列国民党党团李委员燕秀提议1案，共计16案。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并被质询。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6案；二、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11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职权刑事法65条第二项规定者29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附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对于上次会议有没有异议？有没有异议的话，我们会议记录确定了。那因本日院会尚未开始进行，行政院长报告施政方针并被质询。本次的程序，我们会先依原编拟的议程草案进行了。待今日院会最后进行状况，授权议事处来处理调整啊。那请议事人员呢，宣读报告事项跟质询事项。这个部分是不是？好，有没有什么意见？好，请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想今天早上这个整个院会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今天有这一个渔民也好，石安妈妈也好，大家在这么热的天气，在我们立法院的门外，还有朱农在我们立法院的门外，他们做他们的诉求。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林权院长，他并不见面，他就在立法院里面，刚刚他走的时候还被我遇见了，就是他完全不肯去接见请听我们人民的声音。大家都说立法院是人民的立法院，今天这么多的人民来到我们立法院，却被拒马挡在门外，他们要进来的时候还受伤了，这是人民的立法院吗？我们的林权内阁就不肯听听人民的声音吗？更何况他们的诉求都是很重要的民生议题，跟渔权有关的议题，包括冲之鸟礁，明明就是礁，我们的新政府软弱不敢谈，把原来的冲之鸟礁硬是改为退守回来冲之鸟，你自己这么软弱，我们的渔民怎么前进冲之鸟礁附近200里以内去捕鱼呢？立场非常非常的软弱。另外一个 WHA， 过去马政府我们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出席，被谩骂成矮化国格，但是在忍辱负重的情况底下，我们历届的部长都可以在5分钟的演说把台湾带出去，让世界可以认识。但是民进党政府一上台之后，把台湾变不见了，只会内销，只会对国内讲说他爱台湾，到国际上面连台湾两个字都说不出口。蒋炳煌部长在去年的时候，最后他用台语讲着台湾加油，我们的林奏炎部长呢消音了，
不敢表达，怎么会懦弱到这一种程度呢？另外一个更严重的是食安的问题。我们瘦肉精美猪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坚守牛猪分离，不准开放，到现在林权院长来拜会国民党立院党团的时候要求他承诺，不敢承诺，不敢承诺说他不开放。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拿着承诺书要求他签署，他也不敢签署，理都不理，把人民的声音放在哪里？所以今天整个议场我们的院会没有办法继续开会，是谁造成的？是林权内阁造成的，才上台十天就引发这么多的民怨。所以本席建议今天这个议程是没有办法确定的，今天现在议场的状况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唯一需要确定的就是林权内阁他必须答应我们民众的诉求，他到现在没有答应的情况，请问会是要怎么继续，怎么去授权议事人员暂定呢？暂定也没有用啊，今天这个议程是完全没有办法确定下来的。以上请各位委员参考，谢谢。好，请李彦秀委员。主席，各位运会同仁，今天我站在程序委员会的立场，我要先针对上个星期五院会我们苏院长主持的议程，我有很多的意见哦。我不知道立法院的议事规则跟全世界的标准是不是不一样。如果议长、院长，我们立法院的院长议事中主持到一半，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去上厕所还是做什么，他应该是找副院长出来主持。哪有一个立法院的院长主持议事到一半的状况之下，自己突然离席了一个半钟头，让所有立法院关心议案的立委们以及关注很多后续议案要进行，在现场那一天包括有顾立雄委员他关注的法案，还有文资法在后头，自己离开议场一个半钟头，这个立法院的议事规则要不要重新确立一次？议长、立法院的院长如果是选择性的主持议事的话，国会改革，开放的国会改革，开放的国会到底是什么？是议长他认为重要的案子，院长认为重要的案子他才主持，遇到他没有办法主持的案子他就借故离席吗？直到民进党的总召柯总召进来之后，后续才姗姗来迟，已经到了快要散会的时间。我们不希望民进党执政的立法院议长主持，他号称是一个中立的议长，议长中立，口号喊很多，私底下又是另外一套。哦，我认为未来立法院的院会的议程的主持，我认为在现场这个每一个委员大概都会关系到后续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法案。我认为院长的议事主持中立，还有议程的主持，我认为有必要再确立一次，因为大家都碰得到，政党也会轮替，但是中立的院长、中立的议事规则，我认为这是议长要再一次的说明。所以我也建议今天的议程如果要继续的话，院长必须要针对上个星期五哦他的议程的处理， 我认为他有必要要交代清楚，也要对后面我们所有关心所有议程应该正常进行的所有的议案的同仁也好，包括关心议案法案的民众，我认为他有必要要道歉，到底未来还会发生同样的状况，他必须交代清楚说明白。那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说明白，我们有再多的议程要处理，程序的委员会要处理其他的议案，我觉得倒也不必，因为未来的状况还是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以上。好，谢谢。有没有要的话到宴会去处理，反对啊，当然是反对啊，因为。
议事人员提出的是战略嘛，我们过去的惯例也是这样嘛，因为你现在以前校议程会怎么样？以前那个陈其迈搞太多次了啦，我们都很清楚。你把那个弄出来，主席已经宣誓了嘛，就按照主席宣誓。他没有宣誓，我们有意见。对，我们也有意义啊。有意义可以表达了，好不好？有美女。我们这一届的国会其实是背负着人民非常高的期待，所以呢，国民党现在呢第一次学习当在野党，也要知道说你们在反对的时候应该在什么时间发什么言，什么时候去提出反对。结果呢，你们在不适当的时机，在整个我们在讨论这个没收的配套措施的最后一案组织犯罪条例的时候呢，主席在问说有没有意见，你们提出了异议，结果主席当然只好说好，那这个就留待下次再去处理。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让七月一号必须要上路的没收了整个配套措施独留空窗，就是让组织犯罪条例没有办法配合修法。那这样的一个政治责任，国民党要去负责。结果今天你们又在这里绕程序，里面在讲说这个主席绕跑。主席因为你们这个在那里一直在喊，没有办法让主席继续主持会议，所以主席只好休息。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希望说反对党我们绝对支持，我们绝对尊重你们的意见，但是也请你们依照议事规则，在该反对的时候去发言，而不是在不该闹的时候随便赖闹，以至于让没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七月一号要上路的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呢造成空窗。那这个部分呢，到今天我们都不晓得说你们要怎么处理，所以我们希望说整个程序呢应该要照常进行。谢谢。好，林委员晚安，段委员。我想上个礼拜五我们还可以把那个袋子掉出来清清楚楚的，对不对？十分钟可以解决，结果院长说他要休息哦。那我想我们也体恤院长哦，这个任何人生理的需求休息应该必要，我去化妆试一下哦。结果他一进去以后一个半钟头，那一个半钟头其实这个一个半钟头要是处理十分钟的话，我相信很快我们可以继续读。结果他就是故意选择性的来做处理，才把那天那个案子，我当天还遇到顾立雄顾委员，他跟我提这个案子，我说我们都支持都签名，而且我们没有反对，因为他有时效性的。结果是院长哦，他自己哦借着去厕所化妆室，然后就当了一个半钟头不出来哦。结果一出来以后十分钟以后就马上可以继续处理。你说那天难道这是国民党去反对吗？有针对个案去要求，特别说去把他这个阻挠吗？绝对是没有。我当天现在那个顾立雄，我们顾大律师还在现场，我碰到顾大律师，他还跟我提了一下，我说我们支持啊，十分钟就可以处理啊，他为什么要进去跑了一个半钟头，对不对？我还特别跟他提，我说我们都联署签署支持啦，对不对？哦，对不对？我说我们也没有去反对啊，对不对？我们都签署啦，对不对？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哦，我相信哦，这个很清楚哦，这个还可以把调子调出来来了解。所以说不要用那种扣帽子的方式说国民党在阻挠什么，对不对？今天要是说这个没有这档事，我也不敢在这里来发言来讲，对不对？哦，那实际上是院长这个陈如刚刚李彦秀李委员所提的，他就是针对有这些特定的一个想法处理哦。那我认为说院长是中立，你要让大家能够支持你信赖你，不是说我到哪一个案子我应该要怎么处理，事前哦他就做一些这个规划一些作为，然后随时说我们现在休息。其实那天早上十一点多还不到十二点他就休息，然后下午两点半开始的时候那整个议程
进行，其实 还是读得很顺，但是我们当然有一些我们认为说应该要去提的权益问题等等，才造成说那天院长他真的是这个回避了一个半钟头。要是那一个半钟头他不要去回避在后面的话，我相信那天的案子很顺利就处理完成，所以说我认为在这里不要去用那种帽子来扣。以上，谢谢。好，谢谢段委员，请。主席、各位同仁啊，这个我以下的发言啊，这个跟刚才几位同仁的发言都无关了、内容无关了、但是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心平气和的来思考啊，这一届开始的程序委员会好不容易摆脱了过去这个政党利用程序委员会啊作为档案工具啊来挡这个提案的工具的这样的变成这样的这个场合。那过去的程序委员会，我想包括在场尤其是林德福委员啊也可能都有经历过啊，在大概第七届以前啊，这个程序委员会甚至每一次大概都要剑拔弩张到啊甚至要打架的那样的场面啊，每个礼拜要演一次。那后来到了即便到了上一届，我们也都是程序委员会都变成这个在程序委员会占的多数的政党党团利用程序委员会来挡别人的案子。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程序委员会的常态，程序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就这个议案去做分类，然后排定次序或者合并或者怎么处理，或者是对于质询分配时间，或者对于人民请愿案要做处理。那程序委员会只是院会的一个这个我们执行院会的任务，它跟在议场的政党表态，它跟在委员会就实质内容的讨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好不容易让这一届开始程序委员会不再变成政党攻防的工具，我们让程序委员会能够顺利执行院会所交付的，我们作为院会的幕僚单位协助院会能够顺利进行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各位其实也可以看到过去几次的程序委员会，即便有不同的政党，但是呢不同的这个政党的属性，但是我们在可以配合的状况下都会尽量的配合。那难道要因为这一次，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了解这个少数党的这个角色，但是我要提醒啊，在程序委员会占优势的恐怕一定是多数党。那我坦白讲，我也不愿意，我们真的不愿意又回到过去的那个在程序委员会的烽火。我相信包括我们这个高处长在这边一定也很有感受啊，我们好不容易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程序委员会。那各位其实刚才所说的都可以在院会表达，也可以开记者会，各位不是没有发言的机会。我相信这个我的发言呢、大概不会刺激到这个在场的每一位委员。我只是作为一个过去就在程序委员会看了每一届不同的状况，到今天好不容易能有程序委员会能有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状况，我希望我们无论是朝野，无论是多数党少数党哪一个党团，我们都应该珍惜程序委员会的正常的状况。谢谢。啊，顾委员，因为说被点名三次，所以上来一定要讲一下。我想第一个哈，今天在场外的群众看到的哈是那个栏杆。那我昨天晚上从青岛东离开的时候，也看到的是栏杆。那没有看到有任何的锯嘛，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那一个刺的那一种麦克风吗？好，那所以呢，我当然想到是说，我上次在总质询的时候讲到这个锯嘛，或者是这个流刺这样子的一种器具，它事实上没有一个任何的依据，找得到依据是用来对付敌人用。
那我想今天呢，已经把这个对付敌人用的巨马拿掉，改用栏杆的方式。我想这就是我们民主的一个进步的展现。那再来，再来提到那一天的院会，我一直去跟国民党团去勾结的原因，就是因为说那个案下去就是总统交接条例，总统交接条那个案让他过了，再下来你们去提那个权益问题，然后再由这个主席就这个权益问题再进行处理，是不是会让这一个原来应该要让7月1号一起配套能够完成的这一个没收的相关的这个法案能够完备嘛？那下来就差那么一点了，就差那么一点。那下来你们再去提权益问题，然后让主席去处理它。我想这整个的议事的程序就不会去妨害到，妨害到具有时效性这样法律的一个完备，造成这个法制上的空窗。那今天事实上他已经造成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总质询的阶段，院会不可能再处理三读的这个程序，势必在7月1号以后会发生单纯的组织犯罪的这一个部分变成没有了，没有了在7月1号可以适时立法的这样子的一个缺憾。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你同样都是提权益问题，权益问题提的往后主席要不要处理都可以来商量，只是说这个提的这个异议的时间点，只是希望说国民党这一点倒能够配合。那接下来提到今天的程序问题，刚刚段宜康委员已经讲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程序委员会，我们都是以一个比较程序中立的概念来去处理程序相关程序委员应该处理的问题，不管是江委员主持的，或者是段委员主持的。我希望这种在我们这一届这样子难得的一个，我是不清楚以前了，我们都是菜鸟进来，我们毕竟以前的状况到底是如何的惨烈，但至少让这个议事能够平和的进行下去。因为毕竟这样子的一种平和的程序是站在一个多数跟少数之间互相尊重的一个立场，不然的话，如果说今天一定要硬搞下去的话，那我就觉得拍垮了，拍垮，我是这么建议主席的，好不好？好，那免得到时候重席我不晓得是要搞成什么样子，那这样不太好了，好不好？这个主席考量一下。好，徐委，其实如果要抗争，然后要从院会一直到各委员会，甚至连程序委员会也要这样做，我意思说，说了抗争还是要考虑到人民的感受。时代力量好几个案子，这个组织的改造缩减，在院会里面也被复议。那时代力量虽然不喜欢政党协商，我们很多案子被拉下来，我们还是尽量去做。我们都按照既有的游戏规则，虽然这游戏规则不是我们满意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做。可是如果真的要把所有游戏规则都推翻掉，那抗争就要有抗争的道理，要有抗争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抗争要坚持下去，不要抗争到一半就到旁边喝茶聊天。太阳花的时候，那可没有冷气啊，领袖们是跟外面的群众坐在一起晒太阳，不是外面在这边晒太阳，里面在那边吹冷气喊口号，讲人民的立法院。我还以为我这个 T 恤发错了，给人家拿去穿了。什么叫人民的立法院？为什么当时立法院被占领一个月，这个社会是支持的？如果你觉得你的抗争有道理，你可以做这个事。可是是老百姓支不支持，人民支不支持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理解国民要抗争，可是你的抗争要让人民能感动，要让这个社会能支持，不要让人家觉得有很多政治计算在里面。刚才顾源挡那个案子被挡掉，时代力量没有遇过这个状况吗？立刻就说宣布休会休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情况都不是正常的。
可是我会觉得说，既有游戏规则虽然大家不满意，可是在既有状况下，程序委员会应该还是在处理程序的问题。好，任何实质的立场可以回到院会，好，院会让大家来讨论，让大家来辩论。好，我们是很希望哦，不要只占领主席台，大家开放来辩论。好，不是只要在那边喊口号，各边来辩论。好，到底你们关心的重要议题是什么？到底人民的立法院怎样才是人民的立法院？其实我也本来不想上台发言，后来发现，哎，这个程序委员会好像是来表态的。如果要这样做也可以啊。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主席在这边，我们有招委，好，是不是要去看这个程序委员会未来要怎么发展？好，好，谢谢。那个，我们休息一下哈，就刚才大家不同的意见协商一下。
好，我们继续开会，请宣读议程查案报告事项跟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六次会议议事程查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30日星期五、7日星期二、14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录。2-5，委员李彦秀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劳动基准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行政法法》《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6，委员蔡玉宇等拟具检察署组织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7-8，委员吴志扬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9-11，委员吕玉玲等拟具就业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洗钱防治法、中华民国刑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2，委员林俊宪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3，委员陈颖等拟具替代役实施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4，委员徐永明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5，委员严宽恒等拟具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6，委员张廖万坚等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17，委员王玉明等拟具社会工作师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8-19，委员吴玉琴等拟具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住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0-23，委员周春米等拟具平均地权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矿业法、森林法均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家公园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4，委员萧美琴等拟具国家公园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5-27，委员邱颖等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共同管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石油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8，委员徐正伟等拟具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9，侨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等2014年度决算书案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30，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等2014年度决算书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1，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2014年度决算书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32，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2014年度决算书案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33，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中华民国防护辐射防护协会等2014年度决算书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34，交通部函送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等2014年度决算书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5-101，考试院、司法院、卫生福利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务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财政部、内政部、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员会、劳动部、交通部、客家委员会、国家发展委员会、行政院主计总处、行政院教育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审计部、经济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科技部、国防部、外交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02-108，卫生福利部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09-117，经济教育及文化等委员会函为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提报院会请查照案。118-128，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129，本院人事处函为民主进步党全国不分区委员郑丽君及李应元二位委员均自2015年5月20日起辞去立法委员职务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拟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二、委员蔡依宇等拟具赦免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6，委员黄国书等拟具专科学校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民国防教育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高级中等教育法偏向教育条例草案，均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7、委员郑宝清等拟具铁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8-9，委员林德福等拟具传染病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
10-11，委员赖世葆等拟具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议事处增列1-2，本院人事处函为本院第九届全国不分区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施一方先生李丽芬女士，已于2005年5月26日上午11时到院宣誓就职，请查召案。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对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继续咨询，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有登记发言的委员，第一位请段宜康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代表民党党团哦，针对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6次会议议程，建请依议事日程草案照案通过。好，那个第二位登记发言，李彦秀李委员。我今天非常谢谢段宜康段委员刚5分钟的协商哦，我们还是针对于今天整天哦，过去民进党对于牛猪分离、瘦肉精零检出这件事情哦，我们今天早上其实民众的陈情也好，包括一路以来，我们希望民进党能够站在维护国人健康的利益哦，我们希望民进党能跟过去有一个一致的标准，希望也不要换了一个位置哦，大家对于瘦肉精的这个零检出的立场有太大的转变哦。其实我们今天早上诉求其实非常单纯哦，我们知道民进党过去曾经为了捍卫国人的健康哦，站在一场5天4夜，蔡英文主席也陪着民进党以及很多民间团体走上街头，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诉求，我们也只希望民进党能够维持过去一贯的原则牛猪分离、瘦肉精、美猪零检出的立场，要求林权院长尽速来承诺。我们今天针对于整个程序委员会的议程，我们固然有意见，但是我们期望在今天下午我们有机会在政党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民进党委员也能够支持我们这个版本，因为只要一天不承诺，我想国人永远不会放心，这个吃营养午餐的孩子们的妈妈们哦，永远不会放心。所以我们希望待会的政党协商有机会透过政党协商过程当中，行政院能够有适度的表达，如果能够签署承诺，我想今天包括下午有可能来继续来抗争的民众哦，他们也有可能会撤。如果不承诺的话，我不知道林权院长什么时候有机会上台，但是我们只希望民进党的所有委员可以针对这个原则，这是你们过去一贯的原则，我们希望针对这个原则可以跟我们站在一起。以上。好，我们来处理啊。刚才两位委员的发言啊，都分别代表民进党团跟国民党团啊。那显见这个两党团对于本次院会的议程草案内容啊，并没有共识啦啊。那加上今天的院会也还属于休息的状态哈，施政报告也都还没有开始，所以未来。今天下午甚至到下次下一天开会整个院会的状态会怎么样，目前我们也不确定所以在没有共识的情况底下，我们原潜力将本次议程的草案提报院会来处理那请问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散会。